此刻游戏约大家，我是 Demo， 各位看客老爷万福金安，感谢各位捧场197期的最佳盘点。大嘴作为一名可以拯救世界的 AD Carry， 逆境中往往能以一己之力喷碎对手，扭转战局。相信大家最了解的就是司马老贼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嘴职业赛场的五大逆境一喷五吧。大嘴开喷射退五人，2017年全球总决赛费内巴切对战 RPG 的比赛，22分钟费内巴切中野两人阵亡， RPG 果断开龙，费内巴切仅剩三人守护，纳尔变大寻求机会突然跳出龙坑，大嘴直接闪现躲过眩晕，队友大树后方开大，配合大嘴完美开喷五人，雷克赛率先倒地，老牛二连也没能挡住大嘴的爆炸输出，小炮纳尔倒地不起，老牛也走到死路随之而去，四杀到手眼看五杀，队友要全力追杀飞机，露露大招将其顶飞，飞机过墙，大树跟上，严防死守留住飞机，待大嘴到来成功收获五伤，能否力挽狂澜，那这边的一个怒气非常好，这里大嘴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如果被牛头二连起来可能会被直接秒掉，这边的话打了一个视野，那上来两个闪现打出来，大嘴这边且战且退，自然之力帮他扛住了那个赛，但牛头的二连把他给留下来了，大嘴还在输出，真的好高啊，三杀，老牛这边可能救了他一波，这边留一波 kill， 留一下哦，飞机的话牛人走了，这个最后火体大炮走过来，兄弟一下五杀喷他 kill 拿下，老贼大嘴水银秒解闪现开喷，2016年 LPL 夏季赛 OMG 对战 SAT 的比赛，25分钟 OMG 撤退不及被敌方留住，小五不龙先走一步， Icon 并你选择进场阻击，与南墙大招配合反杀 AD， 此时 SAT 仗着人多继续追击，逆境时刻锤石一勾，老贼水银秒解随即转头喷死蜘蛛，此时老贼越打越凶，闪现翻墙开喷，来回的摇头晃脑灵活走 A 收下三人完成四杀，但没有伤害情况下，闪电高，血量往后拉开，但小五被留下了。哇，大嘴输好高，逼死猪的飞天，直接残血下来之后没死，但是最后绝绝是一个大招，炸死 AD。主要是这个大嘴，主要是这个大嘴高血量血，然后一下去 W 到蜘蛛，蜘蛛是没有飞天的，这边 W 要来了，哇，这边全部要杀掉，闪现上来自杀，豪取自杀，司马老贼这一波好果断。欧城大嘴一人射退众人，2016年 EU LCS 春季赛 Fnatic 对战 G2 的比赛，36分钟 Fnatic 上高地失败，暴逆阵亡，众人皆残， G2 果断穷追猛打，巨魔闪现大棒留人，冰女想回城限制却被狐狸魅惑直接阵亡，此时欧城原地开喷，转瞬之间四人血量皆空，全部倒地，相信各位熟悉那一版本的大嘴都明白他的恐怖，一秒五喷简直是毁天灭地呀，Kick is trying to get Reckless down, but Vi just keeps tanking the tower. Kick is going low. Not quite. No, he's gone down. Reckless able to take him out, but now have they pushed too far? Four members of Fnatic. Klai is bleeding out. Hybrid flashes, gets the traffic cone, and they turn it right around again. But Feminine charmed up and taken out. Trick meanwhile falls. So does Hybrid. A triple kill. The Kog'Maw is running wild.老贼大嘴闪现出击，场面极其壮观。2017年 LPL 春季赛 OMG 对战 EDG 的比赛，37分钟双方在大龙处纠缠不休，蜘蛛已经阵亡，夕阳鳄鱼也被 EDG 逮住，先交代了自己的复活甲，与此同时 OMG 队友先后赶到，同时 Scout 发条大招拉空，老贼大嘴动了反打之心，一技能减速开启 W 闪现躲技能疯狂开喷，瞬间躺倒一片，毛森想跑被打出复活原地等死，虽然这一波老贼没能拿下五杀，但是这闪现一喷五也成为经典一幕，这一波 OMG 打不了，鳄鱼过来的位置太差，蓝波一个大招封了对面走位，精神卡住了大嘴的输出位置，鳄鱼虽然还没有死，看杰斯这边进场的位置救出活一口血，大嘴输出很高， EDG 保持好阵型，这就拉发就大招空了，司马老贼反应很快，这一波但是还要被逼着走啊，司马老贼过来一位五了，老贼上海，老贼上海，什么输出啊，这是应该是一波四杀，一波四杀，对，我说太恐怖了，漂亮，看到了老贼在一v五了，老贼刚才那个操作，刚才他那个位置下路明显一波，想好了要一v五了，下路明显一波了，我们只要赢了，
真正的绝技一喷五，震撼五杀。2016年 LPL 春季赛保级赛 OMG 对战 EPA 的比赛，28分钟 OMG 攻上高地，波比抓到机会闪现逼咚，不能干锅救下老贼，自己却死在原地。EPA 众人追击出塔，沙皇飘逸进场推回中上 ，Icon 被秒，泰坦跑路。此时老贼孤身一人开喷五人，爆表的伤害让五人倒在原地。联盟第一喷子的实力果然不同凡响。护盾。大招想来，但是我们看到什么？这个布罗大招全都给到大腿。说好的现在还是一个很安全的战术。哎，说大腿在哪里？没人推到吗？老贼，说好这边还在输出的感觉。最后能不能？最后，班达 Q， 最后这一波，这个班达 Q 的技术，这个含金量太高了。队友全都不在，自己一个人在保级战中啊，最关键的时刻。这真的是没人管他了，最后时刻，最后这一波弗拉基奥实在是太可怕了，这指挥魔神帝勾了，我真的是。在职业赛场上，总是有无数经典为我们上演。Demon 也将继续为大家盘点那些发生在职业赛场上让我们震惊的时刻。如果你觉得 Demon 视频做得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评论、收藏支持一下。如果你和 Demon 一样喜欢英雄联盟、喜欢职业赛事，那么一定要点个关注，收听 Demon 视频，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最佳盘点。